幸亏三好卫视水浒传接进东阳武侠，一代花魁艺妓演的风流天子杨丽媛，文人骚客官宦富贵，草翁银河金枝玉，风尘世界独与书生相恋相惜，演绎生死不渝的凄美爱情，三好破碎却有丝如不忘的家国情怀，带给人民的慷慨激昂。讲述不同于配角雅思小说家言的李诗诗，专注广告登天传奇故事，李诗诗将要播出。宋徽宗腐朽帝国，天下危机四伏。此时，身在江南的吕将命运如何？玉帝上情，登天传奇故事，李诗诗第十五集《江南动乱》马上开讲。听了洪宗接骨刘琼乱世离日血泪飞扬，长篇历史里要传奇故事李诗诗，今仔要讲的是第十五集《江南动乱》。宋徽宗灭乱李诗诗啊，达到昭和入魔的地步，对调事哦不闻不问，规律。为御花园假山进入地道，直达李诗诗的水行楼，四周神歌，通宵达旦，极尽欢乐。从此君王不咋调，奸臣高俅带将张邦昌、王世仁接班的高官群臣，迎合了组织的意愿，时常伫水行楼盘架。真侪朝廷的重大一大事，就安尼点着水行楼这点拍板，点这点决策。那么李诗诗的这个娱乐场所啊，就安尼变作宋徽宗的第二点的办公厅，风景外面的小观览点。李诗诗就算伫宋徽宗以及朝中跩权贵奸臣之间，但是伊的内心却万分的挂念吕将吕公子，情系万里，苦苦相思，真是大要向罪人投诉去啊！这个时阵，汴梁地界表面上看起来是国母兴兵，实际上大宋的王朝即阵已经是腐朽不堪，天下危机四伏，各地干戈四起。他学生吕将以花仲追、董冲何忧、朱孟率的这个支党，渐出东京城，一路何尚发配岭南将军的那个左夫左大人，来到了风腊作乱的地区。这个风腊哦，是浙江清溪人，以剪插手、刮插为生，插也叫做大插呀。一生产规模啊，相当的可观，生活也比较富裕，但是自从朝廷派这个朱面，就是邢翁家的局长哦，点伫江南一带，就设这邢翁家咯。安尼孤单，跩七，伊一年啊，邢翁家哦，就要征收伊几十万军，啊，那就用花嘴加七啊。当然咯，这个就是贪官朱面哦。以公济私啊，卡出祸端，行政薄廉，异性摊派啊，亲像风腊这种生产种个政策的，种个大户哦，台边人啊哦，经济上面负担袂得起啊，欠债煞倾家荡产。啊，其他呢？其他跩小户人家就更加叫苦连天，走投无路。自古以来，总是官逼民欢。但是民哪要翻哦，是未做咧靠单干独斗。你个人要反抗，未输退归了哦，去弄石头。
因此先辟这个宗教啊，以这个来维护掉，护掉民间的绝对秘密的组织哦，便应运而生了。洪拿参加了魔教，啊，入教的人哦，就拜日月为真神呐，以为教友不分贫富贵贱，互相帮助，就每一个所在多救真侪人哦，吃应。所以义军行到的哦，有的人吃，有的人困，教主称作魔王了，啊，做教友呢，每个月初一十五。就交一定的这个会费，作为伊这个教会哦，伊活动经费啊。啊，宋徽宗呢？宋徽宗是信奉道教，宋徽宗也佫家己自称哦，教主道君皇帝俩。啊，伊就想用三款哦，这个道教哦，来作为一种国教。啊，你民间的这种魔教啊，是将这魔教哦当作邪教，伊来加以严格。严禁，那是查出事，什么百姓人哪有参加魔教，推掠掉一律出去，独连家属，没收所谓家产。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，官府的如金如严哦，所以参加教会的人是如团结，自愿参加魔教，受帮助。保护的人是如来如罪，那么洪拿呢参加了魔教，以家己的身份，以家己的地位，所以哦，点清溪一带就成为清溪郡的一个教主了。伊当然挺身而出，以反抗主面这个英雄级的局长啊，压榨为名，揭竿而起，紧逼。一号主将苏万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起义。洪拿所参加的魔教便是摩尼教，摩尼教发源于古代波斯，创始人摩尼于唐朝传入中国。摩尼教融合中国本土的道教、鬼神信仰，俗称明教。永宋时期流传于南方，相信为农民起义的依托。感受不同于配角雅思小说家演的李思思，专注讲古长篇传奇故事。李思思将要播出。洪拿的起义军是先占领了清溪郡，唔像十日攻破了目睭啊！各队大大小小起义军纷纷闻风而赴，目睭以外几落个州，甚至连隔壁省的安徽。一端州就是出端县一个所在，都托这个洪拿的起义军哦控制。到宣和二年的年底，洪拿会师向东南政治军事的中心名城杭州进军。杭州的淮官员先师后先纷纷躲开险境，这个时候啊，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别人想走出杭州城外，但是太学生吕将甲迄个发配岭南将军迄个左副哦，都走入杭州城来。啊，吕将一家人哦，进入了杭州，城门关闭，全城戒严，洪拿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杭州城。吕将赶紧找一间细细间的客栈哦，安顿好，只见。西门城外火光冲天，起义军开始攻城，城内是乱麻麻，真侪人为西边走到东边，为东边走到西边，东边突然间轰隆一段声，人又搁走过来，店主将店门哦关啊卡巴巴巴，按门框刚偷尖出去，一阵的这个马蹄声，切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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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威风逼过来，大宋的官兵啊！破衣棍啪哦，是两百多串里来，后面呢，杀杀声震天呐、啊！一大队
豪宅红军，身穿各种杂色的这个衫裤，手里甲各种各样家私武器的这个林妈哦，将对杀过来。点注是红拿的这个日军已经攻破杭州城了。吕将就说了，说点注噶乱兵入城，啊你怎啊那无惊啊？点注就说了。啊，郭德华人都伫咧断说，说洪拉是一个魔鬼，食人无吐骨头，我则是唔相信咯。淮官兵平常时啊，欺压百姓，作威作福，战乱的时阵啊，也阁比土匪强攻，也卡远，幸亏速战速决，才免哦遭受兵厄啊。果然，洪拉义军哦就忽入城来哦，真紧。就安尼出兵安民，故事剑指义军乱枪乱推，杀害无辜的百姓，只专门哦去搜捕遐贪官污吏，抓起来，公布因的罪恶，严加惩治啊！啊，遐查某哩，遐官员哩，查某哩官呢，一律托义军将伊拘捕监禁，然后一一加以甄别，作出相应的处理。杭州城虽然经过了这场战乱，但是哦，伊个社会秩序啊，也是比较好个。因为洪拉义军进入了后，无发生什么重大个事件。甲几日了后，有一队义军来到客栈，要干？要搜捕遐老蛮之余俩，然后发现两个劫车啊，一个犯人。各位家妾的身顶，说出官府的公文，知影说，这个犯人是朝廷判罪充军来领南这个小小的官员，啊，带队迄个义军的军官哦，一声令下，义军前将两个家妾哦，连这个祖父压了哦，就煞行，吕将军来个乱嘞。说这个祖父是修安东的好官，唔通掠去啊！啊，军官就说咯：说好官还是歹官，唔是阮说生肖的哦，啊，唔是阮在咧定的，阮就奉命而来，是好还是歹，就经过审查才知影。阮义军哦，阮未随便冤枉好人，但是阮也未随便放走一个歹人。吕将说。这个老先生哦，身体有病啊！啊，徊军官哦，就说了，身体有病，阮军队内面啊有医生啊，阮的是令人头主意啊，阮该医哦，会派医生哦，讲伊会退药退食，你做你放心，阮未虐待犯人。啊，吕将就说了，军爷啊，恁是倒一部分部队啊？军爷说什么？你是要刺探军情是？吕将说，军娘，你唔通误会，你唔通误会，晓得是阮老爷车来护送这个老先生的自动。这个老先生哦，那是要掠去倒落啊？晓得我就知影，倒去我才好交代啊。啊，军官听了就说咯，说阮是洪七伯洪将军的部下，有代志，你可以直接哦去见阮将军。吕将军听见洪七伯这个名字，又惊又喜啊！这样，伊要搁问较详细的哦。阿怀义军的人哦，都已经行了。只我这个吕将哦，听到洪七伯这个名字，伊哪会欢喜啊？以及咱再过来讲述的，再见。吕将能够救下祖父。接触起义军之后的吕将命运又将如何？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短篇传记故事《李师师》第十六集《高邮重逢》。